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就是凹棒的内容会难，如果不难就不会是凹棒。所以今天其实希望天气是好的，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完成，有什么任务要完成，就把它顺利完成。不要断掉！不要断掉！不要断掉！好了，快快快快快到！快快到了！掉掉！一点点，最后一点。哎！我觉得他们是冲很想要再玩一次的那种，他们不会觉得哦，会最后一次成功，他们只会气。对，就小孩比较单纯啊，就觉得哦，没关系啊，再一次啊。失败之后就不断的就一直在修正错误，就是刚才怎么样失败，然后前后都得互相提醒，前后提醒这件事很好，就是他们今天不是只完成我手上这个动作，而是看别人有没有接续，可不可以越来越顺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。对啊，太难了，没看这个人先说。我这个角色现在叫做第一确保，把它变成一个钩子，由上往下扣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把它往下锁，碰到底就好。OK。我叫曹伟玲，两个小孩，一个小孩四岁，一个小孩六岁，就是小班跟大班的年纪。我就我自己有点恐高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妈妈先挑战看看，然后就是你可以看要不要试试看啊，然后就一直鼓励到他们。之后是他自己跟我说，他说妈妈，我可以试试看那个。那我就说，可是那很高哎，你可以吗？他就说我去试试看，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很不熟悉，每个人都很害怕，对。但是就是他们的那种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团体这种感觉会影响到每一个人。